那中间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我们 Marsis 的齿轮云台里面的齿轮，它里面整个封起来，就是整个你在外面是看不到里面齿轮运作的。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可能会稍微灰尘啊比较不容易进去。Marsis 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它的整个齿轮云台的齿轮机构的部分，外面是看不到任何齿轮的，它整个都包在里面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包的，但是我们的 G4 跟 G3，齿轮云台的齿轮，其实你从侧边你就可以清楚看到，哇塞，齿轮直接外露。所以你如果在灰尘比较多啊，或者是沙还是干嘛的。你在调整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机会就是沙就直接卡到我们的齿轮轮胎里面，里面的齿轮就直接卡住了。那 Morses 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我们齿轮轮胎齿轮机构的部分，它都藏在里面，没有办法从外面看到任何齿轮的部分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的设计，因为我们的 G4 跟 G3 的 Leo Photo。我们从侧边看就很清楚，可以看到有齿轮直接外露，所以你可能在沙或者是风很大的地方，或者是有灰尘很环境不好的时候，灰尘就可以直接进去我们的齿轮部分。那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减少它的寿命，但是我目前这样用下来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啦。